如果从科学界来讲，爱因斯坦真的是一个仅靠推演、用数学的方法来论证了很多我们以前没有办法去想的事情。嗯、爱因斯坦生在1879年，1905年的时候写狭义相对论，那年他才26岁。26岁，四篇文章就把 E 等于 mc 的平方给推出来了。他就是一个管专利的这样一个小。 小事务员嘛，对，专利局的。他最牛的就是写引力波嘛，就是预测了引力波的发现。我们真正看到引力波已经是二零一六年的事情了。<想>那那是因为工具大了嘛，就是你的工具够了。他所预测的很多的定律，指导着人类又往前走了好多步。那你说爱因斯坦的 DNA？ 跟我们对对对，我跟他想到一样的问题。他的大脑不是那能不能拿来做研究？来改变这个人类的 DNA 的总库，对不对？嗯、我们先先想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您刚才说的因斯坦大脑，大家都认为因斯坦大脑大，后来死后他真的被解化了，还小，他还小，<对>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特别，啊、所以他的我们还小呢，比正常人，我们大概成人的大脑一千四百个立方厘米吧，CC。 我们一般用毫升吧，这么去理解。女性的会小一点，因为头大头小，这是个气质的问题。但没有说女性笨，男性和女性智商是一样的，嗯，是一样的啊。嗯，这得说。只是在不同的点。我以为女的比较聪明，哎，这更会说话。你的感觉是？这样。我还是我还是要用这个这个这个，这不是政治正确，这是真实证明。嗯，男性和女性之间大脑上在结构上的差异，仅仅是体积上小了百分之十一，那个就跟体型的差别一样。 而且较强壮的男性比头较大的男性比头较小的男性也差这么多，就证明这跟就大脑是没有性别二态型的，啊，不会因为性别产生两种状态叫性别二态型啊，这是一个定论，这不是一个为了大、啊、那,那么那,就那么这个大小跟它的功能有没有什么没什么关系，因为伊斯坦的大脑也证明小一些，在眼那这一点是不是说明就是传统所谓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基本可以认为是。 后天社会文化环境，我相信是影响的。就比如说，很多人就认为女性这个数学不好啊，方向感不好，其实都不是，在女性都能找到相反的证据。嗯，这个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对对对，是被暗示了。就像星座这个玩意儿存不存在呢？嗯，其实更多的是被暗示了。就是您在上一集提到一个，我觉得还没展开说说呢。这个真的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伦理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 定制人类，从仅仅仅仅从可能性上，科技的可能性，纯技术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么讲，我可以哎，在今天的技术下，定制任何一个定制序列的人类，但它的功能我预制不了。就比如说三十一个碱基，嗯，你你说怎么排，嗯，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嗯、但这个孩子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发展成那个样子？比如说打篮球超过姚明，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不>这个事儿我们做不到，不是设计，<法>不是能不能？ 制成就，比方说它的肝呐、啊、胃啊，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是最理想的，不太大、不太小，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脚的大小、身体的这个比例，这些可以做成一个比较理想的。今天还做不到，还做不到。但是技术上来讲，这个事情应该说迟早会有是有可行性的啊。嗯、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是酵母。 嗯，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蒸馒头，嗯，蒸馒头。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比如说这个，这是番茄，对吧？嗯，我们以前一直刚才还是精子呢，啊、哎，就是番茄了，嗯 <laughs>、啊，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嗯，比如说咱们喝红酒要白藜芦醇，嗯，这些以前要从葡萄、从番茄里做，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让酵母直接表达。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就是青蒿素啊，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啊、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 就是很多必需品不是从它最早的原生物材料里，不是从生物质来。哎,哎，你要什么就是,就是我只要那个成分，就是因为基因是一样的。我曾经算了一个账，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所能供应的青蒿素，仅仅相当于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一个发酵罐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生物制造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表达抗体，表达白蛋白，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只有献血才能拿到的成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这是比较积极的、的纯粹的好的生物工程类层面上讲。嗯嗯。嗯对一个人类的定制，像您刚才讲的要求这么做，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你说的，摁了葫芦起了瓢。嗯。你不知道调了这个那个会怎么变，而且这个试错成本就跟转世轮回一样，只有一次机会。嗯。对这个基因的秘密啊，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大数据一样哈，它要普惠。 这个地方就体现某种人类价值观。同意。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你有钱，哎，你就可以呃是得到比较好的基因，或者你就做对自己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没钱的人，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越来越弱。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我经常说，不能把精准医学变成精英医学。哎，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就可以肆意享受技术红利。换言之，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死亡才使得让下一代有机会替代上一代的生态位。我觉得基基因科学啊，就会有可能会改变这个。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啊，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大家的一个认可，但是总有人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来来打破这个。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嗯。问我支不支持永生？嗯哎、对对吧？嗯。我说我肯定反对永生，这不仅仅单单的是能不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于人类归根结底是以种群的方式延续，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在于，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那么就有第二个人永生，他俩之间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嗯，互相杀一下就完了嘛。嗯 我你们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不可能说我把你这个肉体都消灭干净了，你还永生，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就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意识永生，嗯，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你的意识可以下载，这这,这是人家最追求的，啊、呃，这个里边第二个危险，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的。 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特别是伟大的这些哲学，孔子啊，等比亚里士多德啊。要是现在能复制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一些思维的观念，他到现在不过时啊，那有很多人会愿意啊啊，人类的共识会愿意啊。那这个将来有什么方法能阻止，或者说？我最近出台了现在个个人信息保护办法，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荐，我觉得就挺好的一步嘛。<laughs> 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消耗那么多，就你像人类几千年积累那么多智慧，你看看今天实际上大家好多都忘了，怎么能保持这种传递？怎么那么多没脑是吧？对呀，这、啊、成本太高了，哎、这个人类智慧传递成本太高了。是不是有些事儿啊，我简直觉得很难相信，但是就是他们觉得可能，比如说马斯克，他们说已经连了接口。 呃，连了一个什么动物？的、啊，猪、猴子呃，就是嘟嘟。好。呃，你你看，很多时候啊，文科生说的高兴，我不知道具体上怎么能做到。说将来真有希望做到有个接口，它能读取我脑子里的记忆和想法，这是可能的吗？这个做过一些常规的实验，知道不是马斯克做的了。这个马斯克做的更多的是把电信号连接，这个倒不难，本身就是生物电的一个最简单的行为。 你是,但是你能读我的脑电波？我相信啊、嗯，我我我我的思想怎么读啊？它是有这么几个实验，这是真实做了的。就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癫痫的患者，我要切除一部分脑白质。嗯，这个过程中要做术中唤醒，就是做手术把你叫起来。那么最近做的实验是在你要做的这个区域放了很多脑电极，插了很多电极，嗯、这个电极极片，然后你不要说话，我问你问题，你用脑子想。 然后他把你的数据给输出出来，正确率大概是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间，输入速度大概是一百到一百五十个字，英语，英语就是我讲的是英语。嗯、呃，但然后以后他就找到规律，知道你的脑子怎么运作。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说，我们至少是可以把他的语言，如果你想说的话，比如霍金要有这个技术，那是蛮好的，嗯，嗯他就可以大量的输出了。比如说，我们学外语的经经常说，哎，你习惯用英语思维，那您这意思就是说。 呃，脑子的思维是用，假如是用语言思维的话，至少语言中枢的这一部分的信号，在一个有十亿人级别使用的语言、上百亿的数据训练集的条件下，可能被正确识别出来。这它就能翻译成英语。我说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这是发了科学文章的，这事已经做到了。所以你想想，这个未来就是所谓他们说的，呃，因为。 一直有这么一个科科幻啊，这是科幻世界里的啊。要是真的，那太可怕了。就是像就是易军刚才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呢会死，一个人你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就死了也就死了，只能说他的思想永生存。但是假如说将来要是有一天有人提出这种假说吧。 能够下载你的真的这个大脑的思想，就是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死，数据化不死，那么就意味着呢，哎，同样是爱因斯坦的这个大脑啊，他会继续想下去，再给他一百年的时间，再让他整天上网什么都看看，对吧？这这个跟他的那他这个这个东西积累下来，这个大脑他会。 他会发现宇宙的终极真理啊，都说不准呢。刘慈欣就写过一个这个小说。他是，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你说的这公司已经有了，哦、在加州，就是说，一组程序，不断的聊，设计无数的问题来问，一岁干啥，二岁干啥，视频什么都有。将来，你五代以后的孙子想见窦老师，打个电话，反正我们的很多长辈不都是活在你通讯录里吗？好久都没见了，打个电话，根据你的声音，根据你的记录，可以跟他聊天了。 这个公司在美国已经有开始去成立了，这是一部分，所以当时大家很担心产生另外一组黑客嘛，我天天删他的数据就行了，一直把窦老师删成老年痴呆，<laughs> 哎，就是你得给我钱，要不我把你爷爷的爷爷的数据删掉，这是一个你刚才说的意识上云的这个过程，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如你所说的，如果说那个大脑本身真的，我刚才讲的这个范围还是在计算的范围，还没到算计。 真的闹算计了，这是不是人类解决终极问题的一个方式？换言之，我们可以思考，贝索斯在去在上太空时候，他不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讲。地球能供养的人类是有限的。嗯，啊，且不说这句话对不对，它的基本点，但是太阳系是可以支持我们有一万亿人的。如果有一万亿人，我就能有一千个爱因斯坦，就可能会使人类这个物种向深太空去行走。嗯，这就是说，这种美国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 也是代表了我们智人在迁徙过程中，我们当年智人能够从非洲，假如从非洲走，能走到北美，能走到南美去，这也是这种拓张的精神。这两件事情其实是同等重要的。其实对人性这个物种来讲，它是从这个角度来，从概率论的角度思考，我们还是会出爱因斯坦。就像爱因斯坦的事情，还是有牛顿，还是有伽利略，还是有亚里士多德、希格柏拉底、毕达哥拉斯，就是一样的。包括我们的诸子百家，是吧？ 但是你又说你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永生，我基本上如果像刚才第三种形式的永生呢，如果它可以保证，大家每个自己的叫守脑如玉吧，我们现在有这个词叫比守身如玉更重要的是守脑如玉，不被滥用，不被污染，不被滥用，不被人云亦云,云，保持自己还是自由意识到底存不存在嘛？就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人类啊永远不能忘了这个伦理啊。 这事儿就得靠咱们自己管住自己的这个可能性和命运，就是说明您还是相信这个。你看，人类的这个知识和智慧代代相传，总是有它的某种道理的。所以说，我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你对基因的这个这个研究啊，让你对这个父母教育孩子会有什么新思想给我们？ 分享分享，分享理论联系实际的，哈哈，对对对啊，就是因为这是现在很多人的困惑嘛，又该怎么教育孩子？其实在于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原理，一部分孩子补课就提高分数，所有孩子都补课就提高分数线。提高分数线其实没有意义，因为是电影院法则嘛。如果港大、港中文不扩招，那无外乎原来七百分上，现在七百二十分上。清华、北大不扩招，这没用啊。 实际上，它会把我们人类可以去探索好多的，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你没有必要去追求那最后的十八二十分，因为它对人生这一辈子没什么用。严格意义上，对大部分是没什么用的。反过来讲，基因是要求多样性的，基因是要求生物生态都是要求多样性的。我更在意的是，我们能不能定义出来一种对成功的多样化的标准，或者说不定义成功，都成功，就像一夫一妻制嘛，都成功，都保下来了。 当美国密西西比的大豆发生了这个孢囊线虫病的时候，是北京小黑豆救了大豆。哦，这是怎么个故事？因为北京小黑豆天然抗那种孢囊线虫，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永远不会想到，相隔这么千万里之外的一种基因，竟然会救你的另外一个很近亲的一个物种。我们今天保留任何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是让我们的这个教育的多元化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托。 这个地球上之所以美丽，是因为它没有放弃每一种色彩，不管是红色还是黑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我现在更希望的是在于，我们能不能更好的去不定义成功，不要有更多的成功学，不要有更多的急功近利的精神。这不是一个慢下来，而是让大家更多的悟出来。哎，我啊，念念只有我常常觉得就是我们的社会对于所有的成功都是有标准的嘛。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因为我们常常一就就一说到问题，就说人多嘛。对，我们是一路这样精英的筛选的机制过来的，我们的记忆里面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您要他刹车，这个很难，非常困难。我们已经大力的在说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觉得，哎呀，没有一个筛选标准，没有怎么多样性，怎么来教育下去呢？但看见发达国家做的最好的几个国家，比如说日本，它现在带来的很多的问题是老龄化加少子化同时存在。 如果一个国家最后没有人了，这国家任何的一种文化、任何一种传承，你有什么载体可以记载吗？那日本人只有研究永生了。<laughs> 回答他的问题，就我觉得现在要取，就像您说的，就不要用成功的标志哈，是比较难的。能做到的就是多种成功。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所谓那个奇迹时代是怎么发生的？公元两千五百年左右的，嗯、就是我们现在往前推两千五百年前的时候，嗯。 轴心时代，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嘛，希拉多、穆克吉这世家王子出来了。嗯，古希腊那群先行在中国也注子，了，就在那个时代，那还是有一个争鸣的一个作用。嗯，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还是会回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呃，我们经常说，创新是自由之子。嗯，却是繁荣之母。创新很多的时候也不能是自上而下的。 有很多的创新是属于低技术的创新，是属于组合式的创新。在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发明不是科学家搞出来的，是工匠搞出来的。对啊，瓦特也谈不上是什么科学家的发明蒸汽机。我觉得人、嗯嗯、人类啊，就是像个人。那个时候呢，就是到了青春期了，就是到了十七八岁，嗯，动脑筋、读大学的时期了，就是那个时候。它是两千五百年的时候，对对，不同几个民族。 当然，大家方向有点不一样。咱中国人呢，特别在行是人跟人的关系；那个希腊呢，特别在乎于人跟自然的关系，啊，等等。我只是想回答您那个问题，不是中国几千年来不都是这样子的？嗯，不都是这样子？要不然唐诗怎么出来的？宋词怎么出来的？只是到了明朝以后，突然变成特别控制了，所以到明朝以后只能写小说了。哎，所以说，就说历史上啊。 你比如说他讲的这个轴心时代啊，雅斯贝尔斯提出来，嗯，呃，我听过一种解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就等于说啊，呃，人类在古猿以前呢，当然就是原始宗教，嗯，萨满宗教。你看那个时候就是，哎，真叫集体意识，你的个人意识好像还弱于你的这个族群，个人就是更是集体的，我们这一族的，因为我们抱团儿，而且那个时候就相信很多萨满教啊。 这种原始神灵的世界，一个你像商朝都是嘛，它就很很多神灵的世界。但是呢，就像他讲的一样，公元前呃八百年到我到两百年，在这个六百年当中，东西方同时出现那么多圣人，比如说孔子、释迦牟尼、柏拉图、苏格拉底，然后这些他们在干什么呢？呃，就是我听到的这种呃观点就是啊，就是说。 人类开始从这个蒙昧啊，一些一些迷信当中啊，好像第一次睁开眼呐、啊，反观自身，就是我是谁，我是怎么回事儿？你比如说，像是孔子啊，像是这个这个呃这个佛祖啊，或者是很多宗教的为人制定伦理，就咱们说的伦理，这你们人与人之间应该怎么相处？你们之间应该怎么相爱？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你看。 就过去啊，一切是归之于巫啊、神呐这种。但是从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些圣人们似乎都有一点共同性，就是说，呃、他们那个时候提出来的问题，一直到今天还是人类的主要问题，就是提出了一个范式，就人与人之间，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样才能够和谐？基因之外的问题，大部分他们那个时候都考虑了。从问题的角度来讲，是的。 是不是啊？就这些终极问题，在当年已经开始思考了，大部分都考虑，不管他的结论是不是对，对，但他的问题问对了。哎，您，所以我说您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啊、就是说，在我们站在一个科技将给我们带来一个不可测的未来的这么一个口上，我们还是得想想那个时候的这个圣人，他规定的人类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这就是你们说的这个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啊。 那么具体到当今的父母，每一个家庭，实际上就要也要从基因的角度考虑，说父母是给了他一定的基因，对，这个因，对，但实际上他应该也要好好看看这个孩子，像你说的他是谁，嗯、很多后面的事情并不是由基因所决定的，或者说你是否能理解你到底给了他怎样的基因，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父母应该是更有耐心，更理解，就是他也有我我我经常举的话是父母啊，要把对孩子的要求。 反诸求己，嗯，自己去做到，你能不能做到对孩子的要求？当父母改变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对一个原生家庭改变是巨大的，因为孩子是从你他所有的行为习惯、认知都是从你家庭的印随和印记过来的。印记是基因，印随是你的行为，所以很多的问题是在于，因为家长做不到，要求别人都简单，我们经常是己所不欲，但却施于人呢、啊，嗯，所以大部分的家长呢。 成人却无法改变自己，却无法掌控自己，是我看到当前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和无奈。说的好，真的，你教他什么，他未必听，但是他连他都不知道，他在不知不觉的模仿你。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他身上的基因百分之多少来自于他父母？一半一半各百分之各接近百分之五十，少量会突变，会重组。<laughs> 然后大家都习惯于。 好的都是我的，不好的都是我那边，嗯、是吧？你就跟你妈笨啊！你看你跟你爹你懒，<laughs> 其实都不对，是因为他们自己笨和自己懒，<laughs> 互相指责对方的基因。好像是母亲的作用更大一点。<laughs> 不是，其实很难说，因为不同的性别，大家其实两性的问题讨论了很久，最后现在越来越趋近于好像就没啥区别。呃，我比如说我要是运动员，我我我踢足球这么好，比如说梅西。 他就觉得那我这儿子肯定有足球天赋嘛，嗯、得培养他踢足球是，或者就我这孩子得培养他弹钢琴是。那这个是有基因的根据吗？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个后天的习得和环境。否则你这么说的话，音乐家岂不是一代更比一代高嘛？但实际上并没有，都是达到高峰以后，逐渐甚至都转行了，不会子承父业了。哦，您这意思，这个基因没起那么大作用，没有那么大作用。因为就是说，你要就是我们当时都举那个例子，狼孩。 他已经过了语言最佳的学习期了，你再教他人话，他不会了。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能力多语多语言形成的最好的时间是两到六岁啊。我们在欧洲很多国家，比如说比利时吧，他会德语、法语、英语，可能还会荷兰语，因为小国嘛，都要学很多的国，他会很多种语言。但你问他什么时候学的？小时候学的，没人教。等我们，尤其是我们，包括我那代人都一样，初中学英语，这个时候你发现你的语言在两个脑区里，不是在一个脑区里学的。 所以你才会有英语思维、哎、<呀>汉语思维。你佐证了我一直这个想法，我就说语言没有天赋。 语言是个经验问题，就是你特别小的时候，你接触到有多种语言，可能你就会长大容易。不管，就让你说的好了点。不是，你说没有天赋，真的没有天赋。我们就觉得要有天赋，对不对？是，你能不能尽早？他是这样子，语言的高级运用可能是有天赋的，但是语言的基本能力是没有天赋。对，因为语言复杂程度的确有高低，但没有任何的人人类婴儿在两岁以前学不会本本族的语言，都学得会。哪个人不会说话了？这个。 其实后天的习得努力很重要。我说的那只是血脉的内容，你还有文脉。我觉得啊，这也像一个比隐喻，就是说，我们通过 DNA 的这个代际这个传啊，我们也能意识到这个文化，就是说这个中华的这个文脉啊，它也是个 DNA 啊。 咱们可以说是精神遗产、文化遗产，这个东西也决定着我们的慧命啊。民族，的，不管智慧生命啊。对，这个地球上做过很多，<吧>不管靠谱不靠谱的智商测试、智力测验，中华民族的都是在中上，甚至在最尖端。你看咱，咱聪明。对，行。来，那咱们中华文化就呃、嗯、就几千年嘛，它这么传嘛。但是你看，呃也有复制。 但是历朝历代也有变异，对，也有突变，也有。然后这个突变呢，要接受环境的考验，是有的能存在，有的就灭了。但是呢，总有好像一脉不绝，所以还是中华民族厉害嘛。<laughs> 就他这种所谓的这种民族的包容性，他很强。<laughs> 中华民族是后来的概念，是一百年的概念。呃呃，金庸也好，这个陈寅恪也好，就是在讲这个汉文化受到多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的。 怎么来说混合突变，这个就是生命力。就民族的这种文脉是很强的，对，复制性还是很强的。这个得学学他这个学科，了解一下。你不是讲成功学吗？那生命传到今天就是成功啊。那么这个里边有什么成功的规律？我觉得真的有点意思。这个逻辑很重要。演化是一种学习能力。 算是吧，对，<然>是吧？当然，它也是为了它，他他他是有随机性的，它、嗯、是有随机性的。性。那呃，鲁迅讲国民性的时候，这个国民性阿 Q 的这个呃现状，那这个算，就是说社会环境有没有影响到基因特别柔顺呐、啊，特别。 还是挺难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物性的概念。尹老师的<相>脑容量都有。问到了一百七十毫升，是，哈哈哈哈哈，<laughs> 真的太,太难了。是，实际上从五胡乱华再到这这个原始百年，再到一六四四到一九一一的清朝这二百六十七年，我看到的是融合，我并没有看到你的国民性是说更柔顺了还是怎么样？要不然，如果都柔顺，我们还打什么抗美援朝呢？ 那个当时打的也是，那也是很了不起的呀。当时可以去面对那么一个强大的对手，大家还不是没有怂嘛。所以，在我看，这个东西还是在于这一代人的心气儿到底起没起来。就是你看，但刚才咱们讲的很多很深的问题，比如说是自由意志，还是被决定的。对，呃，甚至有些物理学家说了，就说极端的来说，只要知道周所有的一切初始条件，就能够计算出你下一个。 条件认为你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但是另一种认为人啊就是有自由选择，比如说你学新闻好还是学生物好？你今天看你觉得学生物好，可是也许你一上这个学，科技的发展方向一下转变了，就这个可能又没那么好。对，你也在选择，可是你也在接受随时变化着的环境和时间的这个选择。 那么你说，这个作为父母来说，您对这个孩子，我觉得啊，要认识到这个程度就小，你至少别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让他怎么样，因为那太有可能出错了。要是我们再用另一个大思想家弗洛伊德的理论，那基因就相当于潜意识，决定人的，他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决定了你的行为。 你接受的道德文化训练，那是超我，啊，你的行为是这个超我跟本我的一个协调。<应>换句话来说，嗯、是道德文化跟基因本能的一个协调。能不能这样来看呢？这个是对的。啊、呃，康德那段话可能我觉得更经典吧，就是当我仰视星空的时候，我觉得我构成我自己的悟性。 和这些星体之间没区别，都是元素嘛，一堆元素。对，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当我凝聚向我的内心看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这些束缚在我内心当中的这种道德和美德，让我明白我为什么为人。所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这两者都让他觉得，璀璨的星穹、内心的道德律令，就决定了我的悟性和人性。当我看星空的时候，他觉得它只是一个自然，它只是个悟性。 我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物体，对，嗯。但是看内心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崇高的美，他意识到了我为人的意义。所以说，叫这两件事情都是不朽的。那么，如果再用饶毅讲，其实我们终有一天都会尘归尘，土归土，你会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方式归于虚无。饶毅就是北大的、啊，呀，现在是北医的校长。 嗯，呃、嗯哦，你你把他跟康德并列在一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laughs>、啊，陈毅路走来只有师长哈哈、啊，然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希望你既经历过悟性的神奇，嗯，也经历过人性的可爱，我还会加一句，你用你无私的人性去克服了自私的基因性，同时别忘了感谢菌群的帮助，嗯。 最后一句话是：如果生命是一组代码，这是我的原创。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有爱。嗯，你相信？我相信。但是你还没在里边发现？证明不了。我这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个宗教性的内容。<laughs> 哎，而且无法科学无法证伪，因此这句话也不是科学。<laughs> 是科学家的这个宗宗教情怀。是。哎，但是，但是我我觉得未必这个不是真的。有时候从 DNA 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就是个管子呗，对，对吧？你活百年，你就是个管子。但有时候呢，有时候你这个管子啊，真的就是你的局限。你觉你觉得，对基因来说不太重要，对吧？你觉得应该怎样？或者说你觉得我的孩子必<是>必须得是什么样，必须是什么样？可是对于基因来说，有更大的东西，有更大的意义，在决定着你的孩子的未来。 这个就要谦卑啊，就跟他们科学家一样啊。我有时候跟我的一些嗯朋友就这么说，我说咱们对自己的人生充满困惑，你怎么肯定？你敢说你是对的吗？咱自己有时候都折了。